师是谁？你是他。你们这只眼把右挡在前面。好可怕、哦！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当时也是这样吗？对啊，差不多。这是什么、啊？我现在应该 wave 比那个时候好，应该比那个时候 wave。画面都会比上次还要大。真宁怎么了吗？真宁今天老师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是他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，是他教我真宁的。你们就真宁吧，又挡在前面。怎么哭笑，怎么撒娇，我不做自己，谁做我自己？ Bad bad lady。
望。但是我觉得好像没关系，就不搞了。对，不搞了。啊，试完衣服要来妆发喽。完成了三分之二。真是一个不习惯的小公主的路线，好害羞。我要准备换衣服搭饰品了，超多，要怎么选？好的，我选了这副耳环，非常的浮夸。拍照，摄影师的房间已经变成了摄影棚了。现在在选图，选完就可以开始房间。就像我第一次淋雨的愿望，有你的幸福。听我的话，路还要多少时间，多少代价？青春是我的筹码。就急着来开心的吃饭了，所以我后面都没有拍东西，不好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一则 vlog 就希望可以记录一下我跨年这一天都在干嘛，然后